从69年推动到现在的话，整个有形效益是有47亿，哦，这是相当可观的一个数字，47亿元。统计下来，大概平均每年的效益，以我整个总厂来讲的话，800到1200万的一个效益，所以是相当可观的一个，哦，改善的一个成果。今年 TCIA 台湾持续改善竞赛，总共有127家业者，246个改善案例参与角逐，其中涵盖了医疗服务、电机电子、化学工业、金属工业、运输工具业和食品业等重要产业，整体改善效益预计可以达到170多亿元，相当于每个案例平均效益可以达到约6900万元。在1985年，当时的中卫体系团结圈竞赛开始举办，在李登辉前总统的支持跟指示底下，把特定体系厂商团结圈竞赛推行到全国，所以1988年有第一届全国团结圈竞赛，到今天已经整整届满40周年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是用品质改善切入，后来加入了降低成本、公安环保及节能减碳，他们在做这些改善的时候要运用到很多手法，像我们 PDCA 啊、QC 七大手法啊，或 5WEH， 我们除了圈员的训练、辅导员的训练以外，我们还会在借由我们发表的时候大家来学习观摩。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竞赛，对外的一个参赛，我们除了说可以看到不同产业之间面临的问题，以及他在判断问题的时候去发掘问题，那解决问题。以往我们 QCC 的活动大部分都聚焦在损耗的降低、能耗的降低、效率的提升，未来在整个食品产业上面来讲，这也包括社会的趋势，就是减碳、减塑，甚至目前还有一个所谓的智能化 AI 的部分。就像今年我们看到在改善案例中，有团队开始学习使用 AI 演算法来协助解决问题，透过 AI 和机器学习技术的运用进行各项分析与监控。尤其我们是钢铁业来讲，算排碳大户，我们如果是有2000万吨的排碳量，这样算起来要60亿，所以我们现在比较 focus 的就是在节能减碳。从69年就开始推动我们自主管理活动了，整个来讲的话，我们目前有570个圈，发表了25000多个主题，申请了359个专利，效益有47亿。今年1到9月跟去年来比的话，是成长5%。如果对应到2010年，成长了19.5%。TCIA 是企业持续改善活动的交流平台，也是产业间改善经验分享的学习平台。透过 PDCA 持续改善活动，让人力可以进化为人才，成为企业重要的资产。这也是中卫中心长期推动 TCIA 的期盼与使命。